来到的就是苹果日报，非常操控了所有的我的照片、我的新闻，然后包括连模特啊各方面的都在他们掌控之下。有没有好好上班，各位？我们玩手机哦，很像那个穿 Prada 的恶魔。今天我决定要来这里跟他们正面对决。你好，我是肌肉人，但是肌肉人。现在肌肉人。欢迎你去日本吧。你好。今天冷吗？今天有点冷。日本挺冷。是。现在就要开始录吗？为什么？看你戴着面具，我就很认真讲话。真的，会不干扰。对旁白哥的印象是他会有一些引经据典的一些影片的剪辑啊，然后不管是主播、演员，或者是模特儿，都难逃他的女装。而且他每一次都躲在电脑后面，所以今天要来一探究竟。今天我特别坐在这里恭迎酒令的到来。我很紧张，所以我自备了一个面具，容我戴起来。江家，刘海有吗？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讲话的快慢的速度，然后有一个痛点。我看他成武，金城武，我在撩我。金城武呢？嗨，锦荣。你的身高不对吧？他的新闻因为是好玩的，所以就才可以在这个边缘接受。欢迎收看苹果娱乐 online， 今天为你介绍一位特别来宾，刚亲过林心如的蔡依林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旁白哥抓肉之特别来宾。你要用娃娃音，旁白哥抓肉。旁白哥抓肉 ，nice 。我们来打个赌好不好？因为你今天特别来我们公司，那我们来做一次动心轮，看看能不能超越法拉利姐张姐姐。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我不愿意。哦，那你说的就是吧？我们可以点阅率达到多少？10万。nice， 就这么多了，10万。六。那我随便选了三个，好啊，一个就是黑的那个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好啊。九零新 MV 藏爱人，披饰奸情，披饰奸情，你可以聊吗？像妹妹看了一个秘密，努力推出新作品，成为金钟影帝，幽默风范笑，全裸那一幕，应该有穿泳衣，对，因为我看到泳衣的。有啊，你们有拍自己拍到。对。恭喜你这次音乐录影带受到非常伟大的喜爱。那点阅率要多少来着？800万，我贡献了80次。那你平常碰到，比如说粉丝的那种 hater 负面的意见，你当下是会受伤的，还是心里面就是我可以？哦，很谨言，他也会听进心里，会让你自己很没有自信，就觉得你好像你要调整一些什么东西。嗯，现在就是管他。那你怎么在建立起来？怎么在建立起来？不知道，人性是这样子，想通的。对，就是永远会。Haters gonna hate。对啊，永远会恨，永远会在那接。是哪一首歌呢？旁白哥。啊 ，Taylor Swift。是歌。啊。对。哦。跑不倒你。OK 。女皇刘嘉玲御驾合体九令，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哎呦，吓一跳，是你啊，武则天。不是啦，这是刘嘉玲啦。你觉得九令找武则天、刘嘉玲帮忙有加分吗？当然有啊，为什么会没有？你猜嘛，猜嘛，猜猜看嘛。别，你死不猜，你快说嘛。好的，因为10嘉玲还是10啊。10嘉玲，我觉得非常像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谢谢。对，我又写在我脸书上，我觉得非常甜。有些粉丝其实看不懂这是音乐录影带，你要告诉他们刘嘉玲在里面到底是什么。
他其实是在扮演未来的人。Yeah, 对，看好是，他其实就是在给当下这个演导演的兄弟一个鼓励，就说你真的做得很好。锦荣前程似锦，桃花繁荣。七贵九令不在身边的日子，他常约三五好友排期节目。看过这个吗？够了，不要提。晚到今天凌晨更不单纯，他的伴游是老大的呀。与九令的正妹。Hello, Lily. Hello, how is your friend tonight? 小狗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的特勤，特勤都是在鼓起勇气在讲英文。对啊，特勤真的看起来很嫩，有时候要很真的，所以要摆臭脸给他们说，有时候就是冷静，他就觉得哎，自己好像太可爱，因为很安静，所以你一定很想说默默吃，然后你还在碰到，像现在这样子。我可以请讲那段。Every subtle detail will begin the evolution. Great! Wow! She's very good. My friend is.旁白哥抓漏。九令与旁白哥互呸。天后蔡依林，哎 ，sorry， 是你。天后蔡依林新 MV 我呸，点阅人士。是你啊，九令。是我。你知道胚胎用力，树大招风，免不了结的果就是也遭人唾面回击了。哇，这份工作是不容易，所以会容易露脸，就是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渐渐的感受。别讲说一向大方浪的一句，我呸！苹果与浪赖，爵士草呸报道。下快下慢，推调了一个很铺陈的方式，让观众觉得说，哎，不会呆掉的，是很像我配的感觉。所以就是希望他之后都可以做很棒的新闻，尤其是我们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回馈歌迷。那每一张专辑其实都有一个这种活动，就是让有买专辑的歌迷来支持。然后其实当然今年还有一个蛮特别，就是十五周年的一个出道十五周年，所以会在劲歌演唱会的时候会有一些十五周年，就是之前的一些旧歌拿出来再给大家温习一下。今天先不要录影哈，因为我今天都素颜。新歌演唱会都在户外，然后它比较具有挑战性，是因为气候，因为户外啊，其实我是很怕冬天发片的，然后因为制作期拉得很长，所以就不小心在冬天发片，所以气候比如说风很大很冷啊，表演服可能能多穿的不太多这样子，所以就是看老片也吃饭，就是比较在这种户外演出的比较大的挑战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唱第一张唱片的就好了。就是第一张唱片是该怎么聊的 ？The Rose， Oh my God！ 那个黑啊，对，怪我太年轻，你真的很年轻。郑哥说，他现在练练还蛮准。怪我太年轻。我觉得是因为今年刚好十五周年的
出道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。那基本上通常新歌演唱会都是只有唱新歌，所以这次特别也是给自己一个纪念。然后中小型我觉得比较舒服，是你可以真的很直接看到歌迷的反应，然后他们也很近距离的看到你这样。那这首歌《假装》是我的经典之一。其实，在舞台上表演的人，其实会给一些台底下的人一些，不管是励志的，或者是看了很哀伤也想痛哭的，或者是开心的时候也想跟着跳。我觉得这是音乐带给大家的美丽，也是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面演绎，希望可以得到的回响。